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嗨，宝贝们，我是墨渊，欢迎收看《墨渊迷你世界绝地生存》第19期。是时候背水一战了。一定要小心地形人，只要他出现，咱们马上就跑。嘿嘿。啊，宝宝蛋咋整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想我年少饱读诗书，从秦王那里习得一招绕柱之计，献丑了。啊，这三只怪不按套路出牌呀。我劝你们仨看看《论演员的自我修养》这本书，什么玩意儿嘛。保护敌人，痛击我方队友。哇，蛇蝎心肠，你妹的，我辛苦赚钱还不是为了你。回首掏，去你的吧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着大家了，身怀 PVP 绝技的我，打这些 PVE 和玩似的，继续完善堡垒，然后出去吸引野怪。哎，九七哥，想不想要啊？闭嘴吧你，再烦我削了你。大王叫我来巡山来。你怕不是来巡屎的吧？呀，三个呢，来得好。迅速逃回堡垒，一边去，还想进来。你打我干什么？谁让你打着？你俩干嘛来了？把握时机，高阶秘技左右横走 Triple Q。 啊，垃圾。哎呀，按照咱们这个进度，天亮攒够七颗星星怕是有点问题啊。我去，你咋进去的？出来。您进来呀。行，那我进去。吃我一棒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忍术土遁，左三圈右三圈，哈哈，时间不等人，走，上阵杀敌使了。这你妹的要天亮了，怎么办？还差最后一点，再来四个怪就差不多了。加油加油。哦，还差一个，看看谁这么幸运。打扰了打扰了。快来人呀，最后一只，赶紧赶紧，天要亮了。有油不不，我操，吓尿了。呵呵，你妹的，魂都丢了一半。来呀，刚呀，此仇不报非墨渊呀。这是骂呀，敢问兄台是？咳咳，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。能量剑香不香？蛋哥说了算。夺命一击，哈哈，恭喜自己喜提能量剑一把。今九死一生，得战力翻倍，但冒险远远还没有结束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墨渊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